然后就是我就是除了因为他前男友跟他是异地这个心理阴影之外，还有什么原因让你不想让他离开你吗？就是去异地发展。还有就是他现在，哎，我就觉得他就是我，你是不是勾引人家呀？有你这么说你女朋友的吗？你就现在你都用的什么词儿形容我呀？哎，真的，我就觉得现在啊，我必须他去哪儿我都得看着他。我如果是不看着的话，为啥呀？他怎么了？他有一次啊，他跟他闺蜜去北京嘛，然后我就想，你跟闺蜜去的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嘛，然后我就没有去。然后他就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把那男的叫来了，大晚上的还跟男的喝了挺多酒，最过分的是还发了朋友圈。哪个男的？就是给他介绍工作那个男的，北京那男的。哦，他发那朋友圈跟那个男的是个合影，而且还附加一句话：“遇见你真好，你这意思遇见我真倒霉呗。”你总是那么想我，我是那个意思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就是影射你什么，而且我就觉得吧，我跟那个男的出去，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告诉他，而且我就觉得只有发了朋友圈，就是我没有屏蔽他，我这才叫正大光明的。如果要是藏着掖着，那不才是真的有事吗？啊，你是不是觉得他特别好啊？你要是真觉得，你就跟他过去，你走啊。你就永远都不信任我，你从上学的时候你就不信任我。我没法信任你，我绝对不信任你。我发现现在就是开始实习以后啊，他的朋友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，而且还是特别喜欢旅游，而且出去旅游吧总有人接待他，一般大多数都是男的。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，就有两次是男的，剩余的几次都是朋友啊或者那个女生，我都告诉他，他就不记得，他就永远记得那两个男的跟我出去。喜欢他吗？喜欢。评价一下这个男生。嗯，就觉得他平常就也挺踏实的。踏实，还有呢？然后做什么事儿都挺稳重的。踏实稳重啊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你不放心有点过分。对，就是我肯定是喜欢我男朋友在意我的嘛，就是我就不想让他那个什么事儿都往那种不正常的方面想。明白明白。在你心里这个男生算很棒的男人还是一般的男人？我就觉得他算中上等吧，我觉得我可以就是跟他一直走下去。我就这话说得很勉强啊。哎，他会数落你吗？就是说拿别的男人做比较会这样吗？那就经常了，我就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觉得不能全天下吧，反正差不多，所有男都比我强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差不多这意思。刚才人家可说你是中上啊。他是在这么说，他平时，那数了我不知道数了成什么样。他一般数落你什么呀？就是好比说我晚上睡得晚一点，然后我白天的时候早上要去图书馆嘛，那个就是准备考研嘛，然后我们起半小时他就嘚就没完没了的一直嘚的，要不就是我跟他出去，我说穿哪身衣服他也要管，我穿哎这鞋换一下不行吗？哎你不能试着吗？哎你把头发整理整理行吗？哎就各种他就觉得什么领导啊什么朋友啊他外面都比我好。